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泡面的熊孩子，妈妈经常跟我说泡面不能多吃啊，对身体有害。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，我仍然想吃泡面。于是妈妈不得已把泡面藏了起来，我要千方百计的找到泡面并把泡面吃掉。好的，我是很喜欢吃泡面的，我喜欢吃香辣的。哎呦，说的我流口水了。这里有一口锅，找到锅。哎，电磁炉啊，这是一盒泡面，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了一口锅，我现在可以煮面了吧？锅，我需要一些水才能煮泡面。我的妈妈把我的泡面藏到哪里了呢？我人家真的很想吃泡面啊！我肚子饿了，你看桌上有很多饭，我都不想吃。杯子里没有水，这里呢？哇，这里哦，阳台上有一大杯热水，这杯热水可以放到电磁炉里面啊，放到锅里面。对，然后我的泡面，哇，你看这个泡面好香哦！我挑战成功了，我第一关挑战成功。嘿嘿嘿，这啥？西瓜？这什么？被冰冻的泡面？被冰冻的泡面哦。那我是不是需要找什么把它化开？这是一口锅，这柜子能打不开耶。能出去吧？我要出去玩，妈妈，我要出去玩。我妈不让我出去，也不是给我吃泡面。你看我妈妈怎么回事？什么？这是烤炉？可以把泡面烤一下吗？扫把，扫把应该没有什么用。去二楼看一看吧，我们去二楼看一看，看看妈妈把我的泡面糖藏到哪里来了。牛奶，经常喝牛奶会长高哦。好的呢，这是视频电话是吗？挂满了衣服的晾衣架，我的泡面这么高。哎，火柴，对对对对，我的火柴。拿不着啊。这火柴拿不着，火柴盒，哎，拿着了。我知道了，刚刚下面有一个火炉子，把那个火炉子点着。小伙伴们在家里面也不要轻易的放火哦。哇，被冻起来了，你看。哇，被煮熟了哦，对，还有锅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放到锅里面。我这里还有一个锅，煮吧，开始煮吧，泡面。大家不要像柔姐一样，在家里面不能自己一个人放火。我已经长大了，知道吗？我已经3岁了，我可以玩火了。这边又有一口锅，迷你世界4岁了。好的，我找到了一把锤子，一定有什么东西，可能要砸开，砸门，砸窗。不行，我这个熊孩子太皮了，我妈知道我把窗都要砸了，她会打死我的。你把咱家的大落地玻璃窗竟然还给锤了，是不是？啥和锤子有关系？会不会又在这？砸墙啊！我要吃泡面。这什么？找到了泡面，用水一煮，完美！我又可以吃到泡面了。
迷你世界4岁了，恭喜迷你世界长大了。我明年也4岁了，我今年3岁。柜子被锁起来了，我觉得柜子里面一定会有泡面，我需要找一把钥匙。这里有一碗水，而且这一大杯热水肯定有用。我先把这个热水放，我感觉这个水肯定就是放在这个锅里面的。别问我为什么，我就是这么觉得。接下来我只要找到面，我就可以吃了。因为它这个锅每次都得要我。那里有一个球，哦，这么大的阳台一定藏着什么？藏着什么？藏着一颗球。这个史诗的 BGM 特别像我的，符合我的心情，就是想吃啊。闹钟可以准时帮我们起来，是的，上学不能迟到了。虽然我才3岁才上幼儿园，幼儿园老师也不会说我，但是你们这些大朋友也是要泡泡。这个球是做什么的？这么大的阳台一定藏着什么？在外面吗？哎，藏在那里了，被我找到了。如果这个作者没给我提示的话，因为前面几个房间都没有阳台，他单独做了，为这个泡面做了一把阳台，真的是。但而且这里面好漂亮，看一盒泡面，泡面我的最爱，我要吃泡面，我要吃泡面。开始进入第5关，看电视吗？看电视吗？一起看电视吗？这又有一口锅，这里又有一口锅。一楼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发现，我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是我的公主小床，这是我的公主床，不能在白天睡觉，不能做白日梦，知道吗？水里面，小孩子也不能像我一样玩水哦。从天而降的老顽童，找出我旁边的两幅图有几数不同，选择相应的数字。对了几个获得一盒泡面。 OK， 这里不同啊，怎么选？哪里不同啊？哦，1 2 3 4 5 6，456，哪个是456？这里不同啊，6吗？这里是6吗？我不知道那块画板是几，我已经找到不同了。你看，这个角落和这个角落不同，他没有告诉我画板是几啊？几处不同啊？几处不同？一处是这个苹果是一处，然后这个帽子的颜色应该也不一样，两处。然后那个提的花篮的颜色不一样，有3处。然后左边那个，左边这个这里看到没？左边这里那个草丛有4处，然后有一个口袋有5处，应该有5处不同，没有再多了，应该有5处。哎嘿，答错了，答对了，一开始答错了。还是被我答对了吧？这个从天而降的老顽童给我出这个，我们来找茬的题，我是不是一下就答对了？我开始第6关了。妈妈的技术也是越来越高超，但是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可以，哦，锦鲤泡面，我还需要一个桶啊。我在1楼找到了绳子，我觉得另一个东西应该在2楼。如果我们不上来的话，坐着这个2楼是不是有点亏啊？阳台上有桶吗？
杯子。这里有一只水桶。我的那叫什么？我的那个书柜后面，床头后面有一个泡面。哇，他真的在给我把吊上来了，看到没？还能放回去吗？给你们再看一眼。哦，放不回去了。这个泡面我还是先吃了吧。第七关，第六关挑战成功。这小仙女围着我转，哎，拿个扫帚来清理一下碎石堆吧。好的，扫帚、蜡烛，这一关有蜡烛，之前没有。熄灭它，看看有什么机关可以触发没有？没有，好吧，那我们上楼看一看有没有扫帚。看看我的床头，我的床头妈妈没有放东西。妈妈，我的房间是多久没有打扫卫生了？妈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吃面面。我妈说：“你去死啊，给我死一边去！”你们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？我家扫地的都没有。我们家扫地的都没有，当成宝贝一样藏起来。你看我家好穷呀，我家好穷呀。挖一下吧，我能用手挖吗？这个好像不能用手挖。扫地的呢？扫帚了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别是这样对我呀。阳台也没有。屋顶也没有，哪儿呢？难道真的在一楼吗？我觉得一楼应该没有啊，因为我在一楼找到了那个什么，哎，我好像一楼没找到东西。完了，我眼瞎了吗？扫帚，你在哪？你快出来呀！这边还有小鱼，卡关了！完了！我一下子不好了！我泡面，我要吃泡面！妈妈呀！扫把呢？这个音乐好悲伤啊，我现在听着它好悲伤。哎，没有哎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哎。完犊子了，啥也没有了。这便便也没有哎。还有一个小团子，还有个小团团，小团子，团子，团子，团团团子也没有用啊。去二楼看看吧。好吧，我们去二楼看看吧。还看一下。不会吧。扫帚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啊，怎么就找不到呢？真的是，气死我了！他藏在这里，我找了一圈没找到，我的泡面被藏在石堆里面了。扫地，我妈妈这是为了让我打扫卫生吧？我先把这些，我先吃口面，我饿了，找了很久。我没有体力了。第八关，先找到这口锅，好看缺少什么。这些桌子的摆放有点奇怪。好的，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找到了一个起子，什么都有，
定要我找水，我妈必定要我找水，我妈必定不要我吃泡面，我就必定能找出泡面，就是这么狠，是个狠人，是个狠人。这个晾衣架每一关都有。旗子一定是用来开东西的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它来打开。哎，在一张照片里面，但是我还需要找一壶水吧。我能干吃它吗？我干吃就行，不要调料的那一种。妈妈，我干吃就可以，让我吃吧，我肚肚饿了，让宝宝吃吧，好不好？这边出不去啊，我需要一些水 ，water， I need water， I need water 来煮泡面。我需要一碗水，这个花池里面这个水我也可以用，我不挑的，我可以用花盆里面的水。万一真的有呢？万一、花盆里面真的有水呢？是不是？还是看一下，没有水了，我家可怜的没水管吗？我去找一下水。楼上，我觉得这个越来越难了。这个一共有多少？我得吃多少包泡面？我是不是找完这些以后，我就吃不下泡面了？阳台上也没有水。我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一定看到了，因为就我没看到，你们都看到了。难过，难受，香锅。让人家也找到一杯水嘛。哎，哦，这是水哦，这是水哦，这比玩那个刚刚那个来找茬还要难一些。而且他那个房子也是那个什么，哇，结束了，安布利宝宝 amazing 胜利了，我要吃这些星星。啊，叮叮叮叮叮，叮不了啊，结束了。好了，这一期的我要吃泡面就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